come on！ 这是我老公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吹风机啊，不是发现这个，你看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，吹一下就吹了。这个吹风机是我们专用的，很好用的。哦，它有后坐力，有后坐力。不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吹风机啊，不是发现这个，你看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，吹一下就吹了。二，走。哇，灵魂出窍了。